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哦。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今天这部影片我们带的是金娜的一个实战解说。这个造型呢，159点，赶快去买哦。第一次看到这个烈狱修罗的造型这么便宜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下路呢是悟空对艾里啊。那艾里呢跟悟空打了打，其实这两只都算是凯撒烈士甲，互相打也没什么好玩。这边一个闪现过来，二技能健步如飞飞过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次法师整个大崛起嘛。那我为什么这一场不放装备？所以呢，我装备出错了，我装备出错。我这一场同时出了这个极寒之护跟邪灵秘露这两个装备呢，都是加攻击，然后减 CD， 然后加生命。其实对于金娜来讲很有帮助。哦，极寒之护呢，它可以呢让你在超过单次超过 10% 生命值的伤害的时候，可以释放一个范围技，减少对方攻速跟减少对方的移动速度，而且这 CD 只有两秒，很快很快。那邪灵秘露呢，也是单纯的加攻击减 CD， 那加血量，其实都很适合金娜。但是 but 他们的唯一被动都叫灭神，那唯一被动只要是一样的人就没办法重叠。一个呢加的魔法穿透是75，一个是加的是150。那我个人认为，你要金娜要从中二选一的话，可以带极寒之护。因为极寒之护呢，金娜是一个容易冲到对方正中央的角色嘛，所以呢，极寒之护可以让你呢很快的容易触发出你的被动，触发他的被动，因为你很容易冲到对方正中央嘛，那也很容易的就有这个伤害被打出来。那金娜大招 CD 也算快，所以一波会战你可能可以冲个两次也说不定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法师改版呢，相信呢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官方说明，就大概都知道，现在是主要就是让法师没有蓝一样可以横行无阻，让很多装备都产生了回魔的效果在啊，并且呢减 CD 的减 CD 啊，加血量加血量，还算是不错，还算是不错。那这个补包呢，也从75秒变成60秒。中路防御塔的前3分钟也不会因为你跑去支援，然后很快被拆掉，因为它的防御大概提升了40%吧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啊，大家不知道，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因为我自己也拍过几次啦。悟空呢，一直是我蛮喜欢的角色。那这个版本呢，他呢，一样这个他造型做了一个重置嘛，对不对？虽然我看一下，好像蛮多人都喜欢玩悟空，最近都是丢悟空出来，但呢，每次丢呢，我这样这对必输。我必输尽啊，你知道？白帝一三进的不够，那必输尽的。我每一次啊看到悟空的时候，我都很害怕，因为呢，悟空啊胜率低不是没有道理。我真的到现在，我排位打到现在，遇到3场悟空跟我同队啊，全输啊，全输啊，对。而且重点是这3场悟空都走凯撒路，我不知道搞什么、啊。这里请问一下，来，请告诉我谁哪个实况组发说悟空可以走凯撒路的？来，给我看那影片，给我在底下连结给我看。到底为什么现在悟空要走凯撒要走很多？对方兔子很可惜，没死。好，我们这边找一个闪现，先往后拉，吃掉了一个梦梦，赚了55块，还算行。那这一场悟空也是很凶的，很凶。他的一个人呢送哦，真的是从头送到尾。这个上影推很不错，很棒很棒，值得赞许。从头送到尾，送了13颗人头，然后再骂人家不会玩，我真的是气不过啊！你们送头，你就不乖乖的不要讲话嘛？你为什么还要呛别人呢？啊，我搞不懂，是不是送头？我这一场啊，尽量的来带大家解读一下，怎么样操作悟空会更好。我们不是说只是说拿阴阳骂人家什么的，不是啊、哦。那这边这个萨尼推的真的很棒，你看到他推到了后面的一下，那我马上看到又是一个箭步，马上再丢个树影，轻一下顺过去，对方一下马上死掉，一下是扛不了我们这种法师直接进攻的伤害。好，下路的话，悟空啊又跟这个艾里打了起来。那到底悟空跟艾里谁比较强？我个人认为两个差不多，一模模一样样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艾里其实是会强一点的。为什么？艾里在这一次的偷偷改动啊，他的一技能的旋啊，那个击飞的那个时间呢，旋丢过去不是会咚飞起来吗？对不对？那个击飞那个旋的时间啊变久了，
等于说他晕眩时间变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偷偷改动，官方不讲啊，官方不讲，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自己去实测，你就知道。再呢，就是围炉啊，我跟你讲，围炉的推速度也变快了，推速度也变快了。到时候我再拍一个围炉影片，因为围炉实在太冷了，拍了也没什么要看。但为了这个少数观众的利益，我还是要拍的。好，那下中路这边的话，兵线收完了，我们必须赶上去支援。我们支援的前提啊，通常啦，就是你把兵线推好之后，哦，你要先聘灯跟队友说，哎，来不及了，你们赶快跑。那把兵线清完之后再支援，这样的话才不会落兵，你的经济才会跟得上。因为在这个游戏里面，经济就是一切，你没有经济啊，你很难打得赢，除非你有技术。那再加上你这个角色是狗脚啊，才有可能在低经济的情况下又可以赢别人。但是呢，像我们这种玩的是一般角色，又不是特别厉害啊，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经济。那对方清兵线比你快，你只能祈祷队友知道对方过去了，不然的话你这样一来一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讲好，你看到对方先支援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去呢已经慢半拍了，那再来呢去的时候你就落了自己的兵，那你再回来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去可能一事无成，你知道吗？没办法一骑还乡啊，一事无成啊，两袖清风的走回中路，结果兵线呢，哎，被队友吃掉，要不然就是被炮，那被队友吃掉都还好，被炮塔吃掉很衰小啊。好了，我们这次悟空，你看一下他刚在上路那边送了一次头，这时候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。我真的不明白啊，这个用看的小地图也知道，对方一定是一窝蜂人挤在那边的、啊。我这边开大招清兵的、啊，啊，结果呢，这个莫拉从外冲出，赶快给闪现先拉掉。我现在不太明白，悟空大概这样从复活到冲出去只花了几秒钟啊，这花了很短，五秒钟吧。我真的是受不了啊，我这边送好送满，真的是用送的、啊。你看悟空已经送了七个头，我们整个团队啊，最多的头就是亥牙四颗，再就是他的七颗啊。我们来分析一下悟空怎么样会打得更好。悟空这角色就是需要经济，他不应该再去打架的，他应该去农，才能够在后期给大家给摧毁对手的游戏体验，让我们拿到这场比赛胜利。悟空就是一个双面刃，到后期之后真的很可怕。那记得玩悟空的人，血量百分比要调这个绝对值最低哈。好，一下就在旁边，而我打不到一下那边，所以我先拉掉，因为后面还有谁我不太知道，但上面挤了一窝蜂人。这边的话看到上路的人，兔子往右移动，我们这边不能再过去太久了。收掉梦梦，吃到了这个无数块，差不多就要离开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先离开，先离开。那下一个装备呢？我在思考，贤者领域呢可以降低对方的模仿，哦，并且还有加血量。那我这边买了邪灵秘露，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，这是一个错误的，所以大家要记得。你只要看到的，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仔细看，因为新装备，我想说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两个这个穿透，而且因为它穿透一个是75，一个是150，所以我想说应该是不同的被动。我那时候没很仔细看，他们被动就叫灭神，我之后看了才知道。那所以呢，这一场没办法这个好好的完全发挥。对方中路的来了四个人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说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，四人行怎么样？赶快逃烟，好，赶快投机悠悠。这时候亥牙还在那边给我们救救救救，等一下就被射死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状况啊，你看我悟空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，我根本来不及看，他又死掉了，他大概死了八次啊。好，那像这一波的话呢，对方的亥的莫拉血量很残。但是那就是一个诱惑，还好我们甲虫收掉他，但很可惜甲虫也被收掉。那不对，最后是亥牙收掉。这时候呢，下路的塔都爆掉了，悟空冲了出来。悟空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我，他不会又死了吧？他悟空怎么又去敲那摩托斯？我真的好害怕，好害怕。悟空现在死了八次了，狂想曲先生，我在天上飞。这位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啊。好，看到一下血量很少，我直接大招粘了上来，不用解释，一下就是一只你突然大招飞过去，他会突然吓一跳的角色。这时候来悟空说了一经典话，虽然说是这个亥牙先骂人不对了，但是呢，人家骂的也没什么，他用字遣词也不好，但是他说你们都很烂，哎。这就不对啦，我觉得我个人表现还不错，你怎么可以骂我烂呢？是不是？那我可能也有得罪他的地方，因为我说送好送满。但甲虫加萨尼呢，也没说什么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萨尼是不是一个不爽，然后说被说烂，然后就刚稍微不动了一下，我心里很慌张害怕。那这时候呢，甲虫路太深了，路戏太深了，路什么戏？他是 American Captain， 你知道 Captain American， 他原来是美国队长，直接冲过去啊！我当下看傻眼。
好啦，那这一波的话呢，悟空呢在后面血量很少，我觉得他又要死了，他又死了。不过这一波我们也是一个一换三呐、啊，一换二，那中塔呢势必得拆，这一波必须拆进去啊。萨尼其实很会推，我想这萨尼真的会玩。那我这边有大招，直接粘了上来，粘到莫托斯，莫托斯的血量很多，但是还好还是收掉了一个一下。那大家记得金娜开大招的时候呢，可以增加你的这个免伤啊，从15%然后开始加一个人5%，最多加到40%。好，如果五个人都在你身边的话，来，对方这一波呢想要冲过来弄我，直接吓得也开大招吓吓他们。我的目的呢是为了吓阻啊。我请问一下，你看哦，如果说金娜呢开大招，你会冲过去打他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金娜是一个可以来保牌的法师，然后在你开大招还有吓阻的效果，因为对方不敢过来啊。你说你看到了谁开大招？就是看到克里斯开大招，可能还没那么痛，对。好了，我看到了我们的悟空好像要被艾里追，我最后一个出凝霜宝珠，请问一下悟空在那里干嘛？请问一下悟空到底在那里吃骨龙在干嘛？我真的搞不懂啊 ！Oh my god！ 就他可以好好去弄。我想悟空这个角色，你该怎么出场？你就是啊，他虽然已经这个、角色已经很烂，但是还是有用武之地。你就是要等他们打团战的时候锁定对方后排的位置，而不是一直找坦克单挑，找那个算莫拉呢，他也可以直接秒掉，可是他总是就是被控制到，所以才死掉。如果说他没被控制到，基本上应该不会死掉。现在中路打了一窝蜂的人，我们悟空呢又出来了。悟空现在哪里？悟空现在从后面来，这样打就对了。如果说从后面打过来，那这样就合理。对，那但是他走了过来，什么毛都没有抓到。不过我现在身上有免疫，所以我不太害怕。看到莫拉呢，对方的层数呢是凌晨的，然后呢怎么样？凌晨午夜还是被我杀掉。这时候遇到了一个兔子，我赶快一个一技能弹过去。那看到一下这个位置就很不好了，他完完全全的是，哎，悟空怎么倒那边？他完完全全的是背对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千万不能背对的敌人啊、哦，不要站在宇智波斑的后面，不然他会揍你。但玩传说也一样啊，你千万不要让敌人站在你的背后。我这边的 call 队友来啊，就发现兵线在好遥远的地方啊。那这一波其实呢，我们应该往下去吃凯撒才是一个明确之举。我往上路移动了，有点阿呆，这边有点蠢，其实不应该这样的，我们不应该往上路移动。那下路呢，还有点兵线卡在中间点。那我们这边居葫芦出出来，因为对方有莫托，对方有这个莫托斯，然后呢还有什么？对方的兔子有可能有吸血，所以呢出这个居葫芦还是 OK 的，而且居葫芦在这次有改版。那我这边呢得到了黑暗之士。好，这时候呢我想要跟大家讲蹲凯撒，因为呢对方还来不及出来，这时候去凯撒那边是先声夺人的概念。那可以看到悟空跟海牙在下路，可是这时候呢我们的辅助并没有动，萨尼并没有动，所以我的计划直接泡温泉泡汤啦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泡汤啦。那结果哦，这个萨尼这边真的一直都不动，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啦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话呢，我就说辅助在干嘛？不会挂机吧？挂机的话，我们原本胜利指日可待啊！哦，哎，就他终于动了，太棒了！好，我们这遇到艾里了，但还好他没有过来直接弄我，但没关系，我有凝霜宝珠，我也不怕。那看到悟空站的那个位置，其实他那个位置很棒，很漂亮，那个位置是 OK 的，他随时可以抓后排。来，他进场了，抓掉莫拉。这时候呢，你从左上角看一下悟空血量全满，再看一下右下角小地图，悟空去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啊！他直接跑去吃兵线。你可以看啊，我们这一波明明就是一个五打四啦，但他这时候又要回来打，但他已经没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啦。你说悟空的这个在等什么 CD 技能？你们当我没玩过悟空啊？15等的时候怎么可能他需要等什么 CD 技能？而且等就在旁边等就好，你干嘛跑去吃兵线呢？好啦，那最后呢怎么样？最后呢悟空跑去抓那个兔子，那结果呢兔子有死吗？也没死啊，那对方直接杀了进来。我这边很紧张，悟空再不回来就完蛋。我这边躲了一下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我必须过来清兵了，所以呢就是这个人头就送了出去。那最后呢，哎，对方也打进来，我们也就直接爆掉输掉了。好的，那这一场呢，你说腹黑啊也是有点腹黑，你说要抱怨也是有点抱怨。对，我只是啊这个想要怎么大快人心啊，因为这种人啊，你说你遇到这种人不气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定也气，你也是人，我也是人啊。好了，希望漫这个传说对决这样的人口呢可以减少，不然我就要去玩漫威的超级。